攻了有了。大家好，昨天出来放了三个鱼笼在前面河道那里，现在和小鸭一起过来收。这里放了一个。这样我能抽起来。看着吧。卡了。刚刚拉起来一点就卡住了。看到鱼笼了，应该是挂到石头。咦，给没给鱼？哎呀，这绳子倒了。哇！看看看。看。哎。OK。喂。哎呀，水是不是有点大哦？哎呀。这地笼都被我们拉变形了，还不错，这笼应该有个两斤左右吧，全是野林。我大力摔！哇，这招都很神妙。咦，满地！今天有点热啊，出太阳了，前两天就比较凉一点。蛮多的，这个。哇，那么几两斤呢？还有一条。还有几招？还剩一点九招，继续放。地笼就收获了这么多，漂亮！看一下这笼的时候怎么样？给你。这龙也要，哦，好像没比那龙多。这龙也不错啊，没比那龙多啊。那我拿的话，盖那个。大一条啊，这野林。哎，哪只抓起？我拿。剩一点点。还有两条。最后一个了，你过来，人家等的。这个是小龙，是真不？
点点。这龙没多少。这招还真敢到。这龙剩的九招是最多的。小米鱼，哦，换了三笼，就那两笼大的收获最多了，这笼小的没什么收获，剩了好多九招，等一下，躺在这里就可以了。哦，多抓几下打。哎，嗯，很大很大。应该有个将近十斤吧。继续放，等过一晚我们再过来收。看看啊，走了，回去把这些鱼处理了，晚上估计又要加班烤了。今天视频就先拍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拿回来都死差不多了，全都翻白了，又是一个没的。应该也差不多吧。这么大。用剪刀来杀。